要再拍了啦！妈跟你说，待会看到那狐狸精，帮你妈打烂她的嘴，听到没有？要脸的狐狸精，就约你妈去拍房子，待会让我捅到，依你才好看。那小样，听到没有啦？听到了啦！我不但要帮你撞门、掀棉被，还要忙着拍照存证，现在要帮你点人，你多少先帮手，不行吗？少啰嗦了，问价抬快一点。在场
那么难出现啊，去哪？刚才我跟我妈破门而入的时候，房间里居然只有孙大林一个人。依照他的说法，他也是接到告密电话才赶来抓奸的啊。大小老婆见面分外眼红，经过一场腥风血雨的争执后，他们协议在这里等老妈自投罗网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们两个竟然决定耍白痴装可爱大人角色扮演的游戏。于是呢，就打扮成这怪模怪样去演爸爸，而孙大林只是套上妈的洋装去演他最恨之入骨的女伴。总之啊，这个故事就从这一场本世纪最无聊、最白目的 cosplay 游戏开始说起。就是因为有个死肥婆大屁股，搞得他自我爆，害得我们得退。
谁不知道他只是彭家的傀儡，连警卫都笑他这个总经理是干假的。又来了，每次吵架就只会哭哭啼啼装可怜博取同情，我没有装可怜。少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背后做了什么好事。我做了什么？我只投靠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俘虏。是怎么回事？
说，真的超瞎的，自己讲不清楚，还对我心静不下。那个我没有，很熟吗？怎么有那么好聊啊？哎，我想今天来也不是那么热心来帮我女儿上表演课的，我不想浪费时间。坦白告诉你，我实在恨透了成天跟你叠对叠的生活方式。你也知道，我有严重的躁郁症，所以呢，我就必须把它平让给你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躁郁症的人才是异类。上星期才吞了200颗安眠药，不信你骗我子璇又来了。你能不能换点新把戏？别老是想拿私来绑架所有的人。相信我，我是真的很痛苦，我没有威胁任何人的意思。还说没有？当初要不是你一直威胁阿平，阿平娶的人会是你吗？是吗？我没有威胁阿平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这两个女人又开始翻旧账，她们指的是一段老掉牙。20多年前，在台北市的某栋大楼的天台上，当天的天气阴雨绵绵。我成全你们。
不知道当时的情况。阿平，把我当作认真，对我心。艾琳，艾琳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我爱的是你，不是玉芬，我怎么能娶那只老母猪？放屁！这回他说的才是实话。张志平，你竟然骗我整整十八年，每次还老能在电视要我当做你爱不见，还说什么我身体里有什么爱的陷阱，杀千道的王八蛋！你看吧，我就说你演的一点也不像，我远比你想象的善良的多。你要是真的善良的话，就不会在我跟阿平结婚之后那么多年，还跟他纠缠不清。我的遭遇并没有比你幸运。当时我一个人到美国寻母亲。两个月后，阿平来美国，请我跟他回。
生活费，是我在餐厅洗盘子赚来的，我从来也没拿过你们家的钱。那就奇怪了，支票明明很快就兑现啊。啊，陆亮病逝。什么？我出院的时候，阿明开了一辆全新的宾士敞篷跑车来接我。好啦，我想不需要再多做解释，事实已经非常明显，他们之间的这段三角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解读空间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他们两人碰上了满嘴花言巧语的爱情金光党，于是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内情况有180度的大转变，这两个水火不容的女人居然开始大和解，起初他们一人一句把老爸骂得一无是处，接着甚至是强迫我演爸爸让他们变心，又如同一个爱情大骗子。你们演吧，我没兴趣。凭什么从 C 开始？我跟你妈演的汗流浃背，都快暴毙虚脱了。你只需要在那看戏，说风凉话。对呀、啊，轻轻松松念几句而已，就想着演出费。天底下哪有便宜的事？把头套戴上。不要了。气了，小宝贝。艾琳，我错了。妈的，好贱啊！干嘛？打下去啊！呼啦啦，给他一巴掌。太贱了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根本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他错了。神经病！你所有的过程，我演的一清二楚，一段
谢谢。